混沌初开，天地一始，有伏羲女娲共治天地，化生万物，正性婚姻，世间始得繁盛，及至二圣飞升，先神子民杂居人间，世间人族示众，而神意渐微，人神二族纷争渐起，皇帝斩蚩尤于逐鹿，自此神意凋零，一蹶不振。后有神意大贤，另辟神域，众族举迁，封印圣城，远避人间，指轮回密印复开，人神二族再次相遇，种种纠葛亦因此展开。身为神意血族中坚力量，流淌于勇士血液之中的强大战意，亦随之升腾。